当年吴淑珍不顾父亲反对，与陈水扁私定终身。多年后，身体残疾、弱不禁风的吴淑珍坦言自己怕死，因为我一死，阿扁就会娶二十几岁的小老婆。陈水扁因妻子吴淑珍卷入多项丑闻而成为众矢之的，当年的爱情神话成就了陈水扁，但如今吴淑珍至于陈水扁，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那么，这对政治夫妻的真实生活究竟如何呢？一个贫寒的农民之子如何追到美丽的富家女？每次选举前，陈水扁和吴淑珍都会对这个童话故事津津乐道。为了跳出农门，陈水扁读书一直相当发狠，考取台大法律系后，在大三时就以全台湾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律师资格证。吴淑珍是台南县一个医学世家的千金，学业一般，但个性率直，活泼外向。在中兴大学就读时，不乏追求者。在台大的一次同乡会上，两人一见钟情。吴淑珍曾回忆，有一次他坐火车到台北，点击查看台北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本来当晚就能到达，但结果火车晚点到第二天早晨，陈水扁就在车站苦等了一夜。陈水扁也时常卖弄他的追女秘籍，他曾自夸由于学习刻苦得了奖学金，因此有钱来追吴淑珍，并且为吴淑珍代笔毕业论文，结果得到吴所在专业有史以来的最高分。因为门不当户不对，吴家并不同意这门亲事。1975年刚刚毕业不久的吴淑珍就不顾父亲反对，到台北与陈水扁私定终身。因为陈水扁当时要为家里还债，两人生活一度拮据。除了年轻时的浪漫，吴淑珍1985年出车祸下肢瘫痪后，这对模范夫妻仍轰轰烈烈将爱情进行到底。2000年陈水扁竞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时，民进党特意精心策划了两个扁吴爱情广告，其中一个铁汉柔情版这样写道：有个丈夫15年来每天晚上都要起床两次抱他的妻子上厕所，白天他是铁汉，夜晚他是柔情。另一个牵手版则是陈水扁推着轮椅并把妻子从轮椅上抱起来的画面，在苏芮牵手的歌声中一再浮现，场面相当感人。以爱情的名义，陈水扁赚得选票，吴淑珍赢得尊重。没有吴淑珍的支持，陈水扁的政治生涯就不会走到今天。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引陈水扁走上政治这条道的正是吴淑珍。1976年以前，陈水扁只是在律师行埋头苦攻海事商务，偶尔关心台湾政治运动。1979年台湾美丽岛事件发生后，吴淑珍指着陈水扁说，如果这种案子都不敢办，当律师还有什么意义呢？钱粹不要做律师好了。由此陈水扁加入美丽岛军法大审律师团，开始涉足台湾政坛。此后吴淑珍都一直坚定地站在陈水扁身后。1985年陈水扁参加台南市长选举失败答谢支持者时，吴淑珍遭遇车祸。次年6月陈水扁因蓬莱岛案被判入狱8个月，为了让陈水扁出狱后仍能继续他的政治生命，当时两子尚幼下肢瘫痪的吴淑珍决定代夫出征，以身残志坚、自强不息的形象一举击败后任高雄市长、行政院长等职的谢长廷，当选立委。由于敢说敢做，吴淑珍很快在台立法院打出一片空间。陈水扁出狱后兼任吴淑珍助理、司机、医疗人员三重角色，继而当选立委。还有人透露，1998年陈水扁选输台北市长，吴淑珍替他打气，没关系，去选总统怕什么。2000年熬到陈水扁上台，吴淑珍也开始扬眉吐气，除了忙着动用空军一号专机为子女操办世纪婚礼，还风光无限地跑到法国、美国、梵蒂冈、希腊等地开展所谓夫人外交。陈水扁因妻子吴淑珍卷入多项丑闻而成为众矢之的，甚至传言陈水扁可能因此而下台。据媒体报道，吴淑珍
已经向陈水扁提出离婚。当年的爱情神话成就了陈水扁，但如今吴淑珍至于陈水扁，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早在2000年的时候，吴淑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公开表示，舍不得死，因为我一死，阿扁就会娶20几岁的小老婆。如果陈水扁在感情上出轨，那么他将对抗到底。但即使如此，从担任立委之后，陈水扁也卷入了几起似真似假的绯闻。1994年，传出他跟一名小他10岁的女助理发生婚外情，在作家李敖与人合着的《陈水扁真面目》一书中就披露此事。书中说，当时吴淑珍动用了私人关系，请台北市警局松山分局局长陈延敏协助捉奸，陈水扁和女助理的恋情才告一段落。2000年11月，刚登上总统大位半年时间，陈水扁就又传出与党内美女萧美琴的绯闻案。据台湾媒体报道，吴淑珍得知后立即打电话和丈夫大吵一顿，要求他撤换萧美琴并与其断绝关系，否则不惜同归于尽。当天深夜，女儿陈信瑜更是愤而离家出走。媒体甚至爆料说，吴淑珍让李秀莲帮着看紧一点陈水扁，但因为扁吴两人已经是一对利益相关的共同体，最后还是吴淑珍救了陈水扁。吴淑珍接受记者专访表示，丈夫没有台北市长马英九帅，不会被女人勾走。吴淑珍甚至还透露，虽然他已经半身不遂，但他们有正常的夫妻生活。吴淑珍的脾气大也是众所周知的，他的一句名言就是老娘更年期，脾气很不好。陈水扁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因车祸觉得愧对吴淑珍，更是对吴言听计从。岛内无党籍立委李敖就曾经爆料，陈水扁也打老婆，但后来打不过反被老婆打。吴淑珍甚至自称是陈水扁的老板，封陈水扁是怕老婆第一名。陈水扁上台以后，吴淑珍对陈水扁的一切大小事情都要过问。吴淑珍生性健谈，曾经到陈水扁家做客的人都形容，在餐桌上永远都是陈水扁低头扒饭，而吴淑珍则与宾客相谈欢愉。甚至记者们打电话进来，吴淑珍都要亲自接电话闲聊几句。鉴于吴淑珍在陈家说一不二的地位，所以在政商圈子里大家都知道夫人路线规则。透过吴淑珍传话给陈水扁，过去在陈水扁担任台北市长期间，就曾经有市府首长跑到陈水扁家里求助吴淑珍。对于外界对夫人干政的批评，吴淑珍不以为然，称会有人欣赏你，也总有人不欣赏。吴淑珍不仅以第一夫人的名义公开活动，而且介入陈水扁当局的人事安排和公营企业经营权。早在陈水扁上台之初，所谓夫人派的人事传言即在台湾各界广泛流行。2006年5月，民进党籍的前台湾肥料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正宗指责陈水扁身边有六害，一妻二密三失，迟早会将其害惨。在这六害中，身为陈水扁妻子的吴淑珍名列首位。陈水扁与其夫人吴淑珍当年被指控贪污受贿，但多次否认，称是政治追杀。陈水扁今日上华视节目《三国演义》谈及此事时，在帮妻子解释，有人说阿扁的太太非常爱钱，贪钱，所以才连累阿扁。不过也强调，如果吴淑珍爱钱，当初就不会嫁给自己这个出身3级贫户的穷小子。陈水扁直言，吴淑珍是麻豆名义的掌上明珠，我太太如果那么喜欢钱，不会来下嫁给3级贫户的穷小子阿扁，他是跟我私奔，门不当户不对，如果他爱钱就不会嫁给我。陈水扁还提到，自己当年当律师帮人办海商案件时，有时候会被当事人倒账跳票，但是吴淑珍说不要去告那些人，因为那些人就连律师的费用都付不出来，代表经济真的有困难，对方比他们更需要钱，我太太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陈水扁进一步补充，自己当领导人时宣布薪水减半也是吴淑珍建议的，
因为吴淑珍说，总统月薪80几万，就算只有一半生活，还是可以过得很好。陈水扁表示，吴淑珍连正正当当薪水的钱都不会贪图。有人说他帮吴淑珍扛罪，但事实上本来就没罪，没有背黑锅的问题。我有事一肩承担，没有的事情推给太太也不对。陈水扁前不久染疫，夫人吴淑珍也确诊，因为吴淑珍对病毒的抵抗力较差，因此尽管是轻症，血氧浓度还是一度掉到94以下。陈水扁更形容妻子宛如风中残烛，即将熄灭。先前陈水扁更是透露，吴淑珍因为多项指数检查不正常，加上染病后出现幻觉、精神恍惚，因此仍需住院检查。陈水扁提到，虽然吴淑珍也是轻症，却因脊髓损伤，原本姿势性低血压常会瘫软昏倒，血氧浓度一度掉到只剩下92、91，因此他把自己睡觉用的氧气制造机拿给吴淑珍使用，让他可以控制住血氧浓度。然而陈水扁昨日半夜突然在脸书贴出一张吴淑珍的照片，画面中身穿绿色病服的吴淑珍一脸憔悴地坐在病床上吃便当。陈水扁透露，原先以为夫人在这礼拜一二就可以出院，但主治医师突然通知要再延后几天，因为吴淑珍多项指数检查不正常，因此还要安排心腹超音波与胸腔 CT 检查。陈水扁表示，吴淑珍受到染疫影响，有出现幻觉、精神恍惚的现象，离开病床坐到轮椅会因疲累没办法久坐，而且主治医师有发现，吴淑珍如果讲话，血氧浓度会掉，加上慢性病用药，可能要重新调整，因此很难可以在这几天出院。此外，为了让吴淑珍回家休息能更舒适，陈水扁除了替吴淑珍准备一台自己专用的氧气机外，也打算将家中原先的卧床换成医院病床，让吴淑珍在家能方便坐起来。同时也感叹地说道，染病后遗症可真不小。虽然夫妻二人在媒体面前营造的形象总是弱不禁风、恶疾缠身，但相信凭着两人不屈不挠、顽强的意志，他们也会好好的生活下去。